就很暴怒。Sorry。44年就已经建了这个人工林了。好像八仙山下的那个水源。这个也快60岁了，如果是那个就是森林的啊，大树木来讲是很样的哦，很样哦哦，是嘞是嘞，我觉得也好像也蛮久了，跟我们比看起来大，嗯，巨木群栈道口哎哎，是怎样？是在去哪里？巨木群步道哎，巨木群步道画那边呢，是指。哎，你看巨木群步道画那边呢，走吧，大姐先走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哎，那我们这样，那个没有清保固，那我们这样会走到巨木群吗？不会。那个名称叫巨木群，没什么巨木。真的、哦？对啊，这只有口啊，就只剩下那些枯掉的口啊。哦，刚走那些那个同心圆啊，那个都是巨木群，但是它不是整株起来的，哦，只剩下那个头啊。哦，这样，所以虽然看到写巨木群，其实是巨木头群。哦，这样，哎呀呀呀，怎么要这样来糊弄我们？嗯，还蛮清幽的哈。走进来一点。那、啊、谢谢，这个人很绅士呢。这边出去一不小心就被摔倒，被失足了。我在大概20岁。的时候来到过这里，哇，嗯，所以就40年了，嗯，所以再见，我就对那个潭有点印象，那个姐妹潭，但是那时候水好像比较多，多多喽，嗯，我也是，你是20岁的，我是20年前，哦，你是20。不晓得，那时候水就是到现在那个白色的地方，我们那个木头有一些下面那节是白白那个，这水是淹到那里，可能是季节的问题了，它会有枯水干水期这样子。我来4次，其中有3次水都像这样少一点，有一次就满到那个。快到那个凉亭的位置。嗯。有。有。以前比较大。我可能来3次，这次第3次。来，刚好留下一颗。看到没有？这是日本人砍的。这个就是整个块木，然后日本人把上面的木材砍掉，然后就只剩下一个树头在这个地方。啊、你要带日本旅游团给他讲吗？就是你们砍的。啊，这就是事实啊。啊，这本来就是事实，就是你们家人砍的啊！你什么时候还给台湾？对，对呀、啊，你什么时候还给台湾？因为你看，你光看哦，这个树干，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树干有多大？刚刚我要你们记得说，这个树干这么点大而已，是这样。听他讲的很有。